97年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从下河坝搬到小关庙住。想当年，这个地方是成都最出名的羊肉一条街。到了冬至前后，吃羊肉汤的人也不晓得从哪儿供出来的，把街都炸了。汤白汤各有所爱，山羊绵羊各取所需，青椒香菜豆腐乳，再来点毛毛盐，汤皮去皮都不是问题。